近期，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。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，应急响应。这个城市承受了很多，人们有很大的压力，但我们都在努力做对的事。我们在这儿过年，你们却在帮我们过关。 招之则来，来之能战。作为一个临床医生，哪里有需要我就应该哪里去。镜头上来了，很多东西不用解决，大家全国帮忙，武汉是能够过关的。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。谢谢你们不怕感染，日夜守护着我们精神身边。 要用好这有限的这个时间来做一些工作，做一些事情。我希望我们在这里没有后顾之忧，尽职尽责，上好自己的班，为广大的病人贡献我们的医务人员力量。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，在疫情面前，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。 看到人民子弟应该来这里，我们心里有底了，会感到非常安心呐。康复是在拼搏的，想为在这住院的这些病友们加油鼓劲儿。谢谢你们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，同志们有没有信心？有！有！有！我相信啊，只要我们坚定信心，同舟共济，科学防治，精准施策。 一定会战胜这一次的疫情。武汉。